吧。再出发，再出发，你是我的第一名。结果我们大概100多位的观众来不及看我用别的队伍，因为我已经悲剧了死了2次了，3赛2胜，不重要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我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这个第一级关卡。什么鬼来着？阿甘，你好，是全体攻击。好吧，算了。然后替各位示范这个。如何哦？这个粉丝页上面有提到嘛？那越战越强，可不要再闪了。哦，粉丝有提到哦，如何去破解这个，也不能说破解了哈、哦。如何让狂暴的这个状态让它消失？阿林老师哎，好搞在。哦，基本上很简单哦。就是一直撑，一直撑，一直撑，就跟撑杆跳一样，一直撑，一直撑，就跟拉单杆一样，一直撑，一直撑，一直撑。随便你指定，随便你撑。哦，经过5回合之后，它就自然就消失了。哦，这是我在我那个粉丝页上说的这个第二个方法，好吧？哦，很简单了、啊，哦，不难，就是撑过5回合。所以如果你不是用魔队，基本上哦，劝你就是打一次就好，不要像我刚刚这样。一个全体攻击就把两只都轰下去了。哇，今天这个平板好像摩擦力不是很漂亮，好像。等不到拜月了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不会的，你一定会想要看我用拜月，一定会。基本上这一场打绝对是不会超过30分钟，因为已经有刚来前车之鉴，开场直接故意全体做攻击，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给他猫下去了。当然，我绝对不会讲说我是不小心猫到了，好吧？我按住，我按住，对吧、啊？刚才按住脚，没有自己把它滤掉的话就没事了。怎么办？我蛮喜欢喧嚣的、欸。靠，对啊，这样以后干我怎么玩啊？吐血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脚没有实况的话，好像自己玩不会这么累的。他、啊、应该是接到电脑之类的，会比较累的。我再试试看，应该是比较不会那么惨。顺便在这关我试一下威力。加入。加入模式开这3次，看一下这个倍率怎么样。我猜他是新出的，100多万。有点软。好、哦，所以在前面你可以趁机试一下你的威力。少排一株水珠少一坑，哦，少一坑的，没办法，那个画面太累格了，我那时候真的是整个是属于一个乱拖的现象。其实主要我最大的问题是攻击力的配置啊，
所以我要试出来一个比较适合的攻击力。基本上要在两回合做出叠出跟绿柱的动作，这难度应该我目前看是在这里了，其他的话应该还好。好，我们趁这时候可以试一下威力。基本上如果我开这一只加这一只。台面上1234 1234 5 6，我看一下威力够不够。六颗暗，我们来试一下六颗暗。这个是木，完了，刚刚一点反应哦，所以可以看到的哦。嗯，不是木吗？我刚不是看到是木。2662 2662，看一下，各位等我一下，换一下攻击力啊。哦，那是光啊，它是暗属的。26626，多少啊？20，差不多100万耶，真的刚刚好而已。哦，这边的话就是流星珠哈，100万，好，一样节省时间了，各位。怎么个节省时间法呢？艾德、奥丁，如果这样有办法破那个300万呢，我就吃石头重打，好吧？好，100万，漂亮，漂亮的100万，这样是不是省了各位很多时间呢？所以记得哦，艾德加奥丁开下去的那一刹那，你的那个攻击就要够多。其实大家不要太拘泥于成就了，我是跟各位建议这样，因为这个这种类型的龙哥并需求度并没有100%哦。如果真的很想要吃一颗石头，该关了，好不好？再救他，快关了。好像我们巴比伦蛮在啊，哎不，鬼王吃一颗，好不好？直接跟各位讲诀窍，哦，鬼王吃一颗。其实水果可以现身出手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你应该是刚来的观众吧？这刚来我们先有观众问过。嗯？血不够，明天。血不够，他转一个手转弹叠珠七汤不得塞。糟糕，富人在旁边拿着一支那个电蚊拍，搞得我都很紧张。等下打蚊子打到我来。漂亮的叠珠啊！啊，不过这不是我叠的，那是天降的。我还记得以前，我一开始有在录影片的时候，他说打一个那个火鸡龙吧，我
我记得有位观众跟我讲说，他有那个根性的恐惧症，就他看到他形象根性，他会觉得很可怕。就像这样，然后都看到他这样的形象，他会觉得很可怕。段星，你老师哎、欸。所以为什么要带蜘蛛不带那个暗妹？其实它是有它的道理在的，看到没有？有没有这么漂亮的连续断线？完了，干嘛你又搞宠嘛？妈的宠，还宠啥？看我这个转珠哈，看到我火都上来，平均四康对啊，三到五康啊，没有腐烂的，我没得腐烂呢，真的、啊，三到五康不？只是偶尔会不小心忽然变多而已，偶尔哦，你没有常住，不是喧嚣啊，好吧？去十八年。记得珠子的位置啊，各位，记得珠子的位置。好，它很大不动。说要记得，就我自己还是忘了。这只要会整体的，还要会整体。好，看不懂的话，我再转什么我也看不懂。哦，流光暗哦。流光暗哦。哎、欸，基本上好像不用点了，好像是很漂亮的意思。我再看一次。还是要叠一下，光，暗，好，这是光，光，哎，这是暗。1、2、3、4，怎么那么多光啊？暗，光，暗，我要个暗，光。哪里敢丢？我唔知呢。好可怕的叠珠！你在那叠那小朋友？记得蛮邪哈，但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。哦，所以忘记他帮我补血，忘记了。啊，唔对，我刚才帮我补血。切水果怎样？切水果没办法绿啊，我要能够绿珠啊。我说尾吧。那个王爷你能绿啊？我要一波带走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打这场。因为我要调整一下这个战术跟打法。
好，接右下角那两个还是先把它找出来了，各位。不过现在我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，所以好，先找是不是水珠？不是。是不是木珠？不是木，水木。看一下是不是暗珠，应该不是暗珠了。暗珠应该它刚刚就消失了。哎，真的是暗珠哎！它一拖拉壳全部消失。两 combo， 哦，是这样刚平衡转出哦，玻璃好小呀，哦，已经转出，刚刚你家里要拍地鱼，阿弟能拍地鱼对不哈？我制作 CD 十八，当然 CD 越短越好了，可以替你做一个保命的动作。哦，这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血量哦，不要转太输。一样宣导一下，台风天哦，在家里看百姓转珠哦，不要乱跑哦。我听说这个台风的这个结构是非常的强劲哦，哦，就跟百姓的实力是一样，不容小觑啊。来，接着。二十六八十，四十楼变为二十。哎，这个观众代表刚刚从头到尾都有看到百姓的实况了。基本上他是属于一个已经背下来的状态。就这样打一打的比较容易疲惫，然后后面打的就没办法太顺。好啦，要打越战越强，精啊！这技能真是越弄越长，顾家小组技能总是越战越强。五阿神魔锁技功扣血二十八，越攻越强，入境隐藏。基本上这样还要玩吗？我保证在绝对一堆人退了我一样。哦，所以技能不要设计太夸张，应该就 OK 了。好像玄霄这种技能，我觉得设计不错。啊，那是玩家技能啊，对啊，所以我才说它不错啊。蛮特殊的一个设计哦，副作用越大哦，那个倍率就越高哦，这是神魔一直以来不变的定律。台风天就是看我翻船的，不是看我划船。有，我已经翻了好几次，所以你看，反正翻船还可以让观众在家里好好看啊，就不会出去游了。这是多好，多么寓教于娱乐的一个节目。百姓已经拿起来了，他拿得起放下，知道吗？投石车，不是这个关卡，说实在，过就过了，没有过投石的也是不会过。如果右上角的数字是500颗，可能可以，就把它积个500血。
好，有人用风帽，你看，已经有人开始用风帽了，这是好现象。哦，就是可以省一点石头，各位。好，白印，喜欢研发一些新的队伍给大家参考。好，如果这一场顺利的话，等一下大家才有机会看到那个别的队伍，好吧？所以各位就是要保佑百姓能够顺利通关哦，啊，好吧，千万不要看知识秀了哦，好，好吧。不要累格好不好？我只求不累格。你知道不累格，基本上我稳超胜券，各位。拜托，有没有办法把那一墙的火焰关掉？实在受不了那火焰。那火焰好像不能关。什么光暗狼？对啊，什么光暗狼？光暗狼不是还没开吗？各位还是有点累的，可是我做一个神魔之塔，其他都没有。这时候，请保持你的暗珠在台面上。靠各位的神短珠吧。好吧，又是一波带走的 Temple 了。糟糕，我血好像补太多了，吐血。哎，我想想看哦，又要算了，各位等我一下啊，到底要转几趟才会死？大声1.5，这个犄角2.5，奥丁只剩2倍，假如开奥丁，不开奥丁，开妲己1.81，好，一样的倍率，我们看一下啊。还掉忘记看倍率，6.787，我喜欢这个鸡巴鸡，我喜欢6.78。我确定一下哦，1.5，2.5，还有妲己1.81。我的按住了1234516，1234，11颗，光珠算3颗好了，11颗，
是火珠三颗，好，十一颗我是切成一二三，切成三汤包。总共八汤包左右。好，我看一下倍率哦。多少？228万，妥妥的。等我上厕所回来妥妥。228万，这是要告诉各位，可以把那1.5倍去掉。哦，了解了。剩多少？因为我按住够多了，4.55。4.52，应该是杯杯了，好不好？但是我只要100多万就可以了。哦，150万，了解哦，开妲己下去150万，所以我连大圣都不用开了哦，所以精辟的计算就是不一样，好不好？精辟计算，连大圣都不用开了，大波 check 一下，干干，2.5倍鸡脚，1.81倍的4.5，十一颗嘛，就三康宝，总共八康宝。假如我一时手残，变成七汤博看会怎么样？好，还有130万，应该没有问题，因为我只要打100万就可以。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看吃十，不是、啊，不是看吃十九 ，show time。白星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？你三色鸡脚有2.5吗？1.5，2.5，对吧？没错。三色有吗？对吧？好，那没事。对，吓我一跳，那老天，我心脏很大颗，基本上是属于不会跳动，所以不要吓他，好吧？那我们就是鸡鸡，不是鸡鸡鸡脚，再加妲己，所以鬼王我是要手转的意思吗？哎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打法？假如手转可不可以直接带过来？我鬼王我想要开妲己。鬼王，就是那个时候你就做叠数，好吧，这样比较妥了，不要在这边翻了，好吧？可是鬼王的珠子我看得到，不，珠子我会看不到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换个方式啊，2.5×1.5就好了。鸡脚加大圣，3.75，怎么越搞越少？所以这时候是告诉我，我要手转这个七康的意思就可以了。手转七康，老师哎，你本性刚弱一点。你要说鬼王怎样？我叫那个什么？你再讲一次。我问你啊，我王者现在那个龙是不是会先开掉，然后射一个伤寒？这样子有利是比较好的。没错。其实师伯，这就是我刚不讲的原因，因为我刚是想要改变战术，是先就是你刚讲的那个战术。先看一下，因为我现在只要手转七combo
就可以解决掉它嘞。啊，96万有点危险。手转七汤姆，哎，百姓这个实力就是这么危险啊！哎，等一下我打起，哦哟，这边都要削到了，好吧好吧，那我们就不要了，还是一样开打起啊！等一下伪王再手转好不好？因为这边越战越强，真的会屌住我。哎呀，靠腰少一康，天降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各位，你没看到最精彩的画面？不是偷吃石头，是那个就是，哎，对，好像错字，不是声音还在啊，不能这样算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看他有一张一墙，对哦。好，刚刚那精彩画面看不到，现在有精彩的可以看到。不要断心哦，我想跟你讲哦，跟断心，跟别夹着头跟你讲哦。老师今天要把他断心呢，不过是刚刚好了，因为现在的回合数是刚刚好，只是我等一下要压血的问题，好像不能压，操！哎，那他是蜘蛛网的罗汉？不是啊，我现在蜘蛛按下去，他三回合都打不到我啊，我怎么压啊？一二。三十五，靠老师哎、欸！用惯的把他拐拐弯的，惯的可以了。我决定用龙科加上打纸，甲惯鬼，你袂袂进压血啊？你那大笨啊！你把大张艾德全部关过去，一波给他送走。我来看一下啊，一二十，我算一下十二颗好像比较快。十二颗，因为现在奥丁假如不压血的话，假如现在的血量大概是两倍了，然后大圣1.5倍，然后艾德15倍，妲己没有妲己，所以是四十五倍，还没有算龙科哦，490万。哦，好，你才死啊！你，我灌到你了，懒得看我玩哦。好，把劲，给我断心嘛！哎，这样，这是画面要给各位一个精彩的，好不好？断心！哎，我到底是几康博？我跌到几康博？看一下，哦，七康博，干单呐！帝都，千万这时候不要再搞刚才那个雷格，好不好？林老师，靠腰六球，看他节目效果不是这样吧？他捏捏的六什么球啊？我操！啊，六球，六你那那个，六你妈妈扭一下，那就给你六球。来吧，313263啊！靠呀，我刚是算12颗哎，这是9颗哎，
哎，查查你在干啥吗？410万，没关系，我没有加隆科，我没有加隆科哦，各位观众，我没有加隆科，画面我给各位看到，画面给各位，好吧？画面给各位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观众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这里，马上，观众要看的是这里，知道吗？基本上这个转出轮哦，转出这个部分没看到是没关系的，好吧？你的嘴角上扬，你在笑什么？我还没狙你就先笑了，应该是不会了，好不好？看我气味错呢，老师，来喽。斜转，漂亮的 back combo， 天降九，考个20000分。欧啦欧啦欧啦，来吧，一击必杀。哦，哦，多多阿后你啊，你老师，刚好多一丢丢，你知道吗？就多了100000了，我操！好，各位的手机比较正常，应该是不会发生百姓这么惊险跟刺激的画面，我相信应该是不会了。对啊，多100000而已，